收看《野人七号部落》。我们现在人在海拔约莫1500多公尺的一个露营区，今天就录露营区哦。怎么可能又是露营区呢？怎么可能每次都给你们一样的？露营区的话，我先跟大家讲啊，会有一些梦幻名单呐、啊，所以只要是梦幻名单来，我们就单纯纯露营，然后就跟他们聊聊天，这样就好了。以前就是我们都只拍露营，可是现在是变成露营是其中一个环节。对，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其中一个环节。梁文文，你跟大家讲一下你这次的规划。我们其实明天是要去司马库斯最古老的部落嘛，最晚通天部落，上帝的部落，它有非常多的美名。我们明天终于要进入我们的司马库斯。那司马库斯呢，其实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去深度的旅游的一个地方。这一次我们借着说可以看樱花，Sakura，就有一个借口说我们真的去小小的旅行一下，轻旅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因为司马库斯是很美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司马库斯一定要安排2天以上，没有办法一天到。它就是进入部落的管制站，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11点半以前一定要进去，因为它11点半以前要到，我们要赶在11点半以前到，加上车程，如果不塞车，从台北到司马库斯应该就要差不多4个小时。对，那加上塞车，搞不好6个小时起跳。而且你不是说随便要去就去哦，你要记得先到网络上去做登记车号。对，樱花季的话，它就比如说它每一天只开放100台车进去，所以你的车号是一定要去做登记，不然你会被挡在外面。这个是我原本不知道的，是他跟我讲。哎，真的，我们这次登记了2台车，今天他安排说我们现在比较靠近司马库斯的营区，先住一晚。那车子有些东西就会留在这边做一个基地，然后明天就会开空的2台车上去，直接去司马库斯，然后走他的那个巨木步道，来回要5个小时。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小 case 了。对对对。你上一次看到神木是什么时候？去年。神木雨桐的神木吗？不是啊，我很早去阿里山拍，那时候就有去。很壮观哦。我跟你讲，神木群超壮观。那你知道我上次看到神木是什么时候吗？什么时候？今天大头跟那个张念成晚上会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夜晚，因为他以前是吉他老师，张念成是乱玩玩出一个心得。哎，我觉得这个搭配，我刚刚发现我在融入我的衣服。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用一个非常舒服轻松的晚上当作是一个序曲，明天呢就要正式进入我们的司马库斯古老的部落。我们今天晚上就用浴空炉来好好的取暖，可惜你说火是这样，火就是古代人的电视机啊。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呢必须生一下火取暖跟看一下这个电视啊。另外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露营车最新的装备，来请看我的家，直接跟露营车连在一起，很蛮舒服的，就是因为它就变一个小空间。那种夏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人，对，夏天的时候就还有纱网嘛，啊，如果冷的话就把它整个全部盖起来，起來风，然后你就可以装扮一下，甚至来扫一下吧。野人七号部落，我跟你说，下一次就是交给你保管，因为我怕我忘记带，还是我就把它放在车上就好了。对，我就放车上，还是我们就车上，然后到处都放，我们就印多张一点，對啊對啊對啊，就那边放一个，我这边放一个，到处放一些，就是谁家也放啊什么的，哎，欸，忘记了，哎，欸，不行，这是一个精神标志，哎，不能多印，就是这么全世界就是一个，以后你们要好，我们就印小小的送你们，哎，不要送你们。卖你们，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是很拮据。哎，欸，还是我们之后做那个，就是那种小的三角形，然后这样一排的那种。哎，欸，你们想要吗？要的话刷一下，要刷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个这个营区，我发现很可爱的东西，你可能会笑哦。这营区就不多自己介绍了。今天跟其他邻居靠蛮近的，不能太近。然后你看那个小便，我刚才有发现了，是你家的尿。那，啊，如果这里面出来，欸，演一下，演一下。像这样的爱情让我不能总一个人有哭有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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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可以玩，稍微颜色设计蛮漂亮的。我蛮喜欢新竹尖石乡的，它每一个地方都是大景，每个地方它都有樱花。我让沿路开过来，路上就突然有一撮很美的那个樱花，这样子，啊，到处都想停下来。对啊，真的太美了，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明天所谓的上帝的部落。我网络上看了很多人的照片啊，美到哭，根本就是比日本还漂亮。欸，我明天拍爆，明天拍爆。而且我跟你说 ，Mina 超级哭，她本来带了阿包的相机，结果她忘记带。等一下，我自己有带，我带。好，那我们就来我们的露营了哈。我们不是平常都会说。火是古代人的电视机吗？对，是我们来陪村民们一起看火。我跟你说，我这一台已经转好了，频道转好了。对，来来来，最漂亮的，看看10秒，大家看10秒好不好？超热。突然
然想到好像我们的家哦，地狱。对，特别肥肥到最后和我一个我们两个人创业团队，没有 Q 我们两个小小在里面被扫。我觉得会有哎，完蛋了。Q 一直 Q 他，他就会用别的方式整你。好、哦，那就这样喽，各位。今天算是比较温馨路线，然后就拍拍照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发现刚刚柯七还有今天的月亮，哎我靠，这是月亮哦，超清楚的，那个陨石坑都看到哎。对啊，你看原本的照片是这样，然后就再把它放大。我们刚刚的月亮是真的是黄色，因为它刚起来，然后那个不是说什么我把它调成黄色，它真的就是黄，就是它刚刚月亮一升起来的时候，我是面向月亮的方向，就月亮好大，然后它就呜，然后我就直接冲过去拿相机，想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真正好好的拍过月亮，一拍我就呜。要发电脑就呼呼呼一直尖叫，比第一次看到嘛。哎、欸，等一下，我刚刚在拍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远方，这边怎么有一个人超怪的，就在睡觉。等一下，不是，这外面看起来有点怪怪。在哪？起来，起来，睡觉。好，四人放一碗饭在这边了。哎、欸，不要了，不要了，超像的、欸。你知道我刚刚在聊天，然后没发现你在这。今天有点累啊，战斗力不足。很奇怪，这真的很奇怪。哎、欸，晚上在家关起来，突然人家看到，我觉得不是我刚他突然站起来的，我刚睡睡想说奇怪，谁给我盖被子？太奇怪了。好了，你起来了。等一下，那个张一成起来弹弹吉他给大家听。我们每次都会知道有一点点音乐，唱歌给大家听。我们等一下拍一点画面，今天就结束。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司马库斯。OK，Let's go。有我的拥抱。早安，早安啊，早！我们现在出了这个露营区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前往司马库斯，也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抱歉，昨天以前都不是重点，都是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要交代观众的一些画面，但是还是想给大家看，分享我们的快乐。前往司马库斯，司马库斯太阳雨，司马库斯。太屌了吧！这个部落太美了吧！怎么颜色都有哎、欸！这樱花猛到炸哎、欸！而且在这种部落里面，超级无敌美。我们去前往司马库斯的路上，在沿路的一些小部落，他们的房子是用竹子当一个外墙去排列，这种感觉很特别，很像那种武侠电影里面的场景。然后我们现在沿路的那种小部落，樱花竟然是在两边这样子大放异彩，好扯哦，超扯的！你看这个白色，超赞！我觉得在这边好像可以再来好几次，不能只来一次。而且这里美到说，连空气都是那种很舒服的，你的皮肤感觉都变很好。我们每个人的皮肤都变好，很清新啊！这里的樱花是够多了，但是还不至于让我留下来。如果这里有樱花妹，我一定会留下来。张整，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当一个 YouTube， 应该会蛮好笑的。你有在做频道吗？有。你的频道是什么？有一个 N Channel。可我看过哎。看过，不好看哦。很认真啊，很认真啊。对，方向我还是方向我已经调整一下，该讲的已经跟你讲了。有吸取到一些精华。那你要不要继续找樱花妹？好啊，等一下看看司马库斯有没有樱花妹。他这边有一个管制的那个路口，现在我们要拿这个通行证，看一下通行证。我们在一两个月前就已经申请好，就是要进入这个司马库斯这个上帝的部落之前呢，它是有管制的，每天好像开放100台吧。所以现在我们非常幸运是其中一部车，等一下准备进入司马库斯的部落，我们等于是沿其他部落探访一下，而且要申请的。我们这种村长到别人的村子去，一定要先拜个码头，规则都要按照步骤来，也没有什么特权不特权，因为毕竟是别的部落，他们会随时觉得要你们要干嘛。现在我们进入了司马库斯，发现现在虽然有些路都是新做的，但是它还是非常的小条。左边这个反光的这个棍子应该都是新做的，以前应该都是没有。看了以前的资料，其实这段路真的是没有那么好走，现在看起来都是有整修过了，而且路还蛮新的。在这边会车可能都要在转弯处稍微让一下，而且他们真的是有规定，你知道吗？他就是规定说，如果你今天要离开，你不能随时随地离开，你要在2:30前离开，接下来是4:30以后才能离开。大家的这个会车功力都是要非常好的，他应该再加他再过去下去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那你们等一下。好，我们现在
越开越深入了之后呢，发现这边的路越来越母汤，没有像刚刚大家看到地上有划线，旁边有警示标志，现在几乎都是有点像是产业道路的感觉，没有柏油路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前面这边的路，旁边的围栏是用薄薄的铁丝网，我真的觉得好有探险的感觉。然后它现在路非常的不平，一般如果不是那种 SUV 的车的话，要三思而后行。天哪，天哪，这太酷了！所以现在呢，我在记录着我们前往司马库斯一路的这个路况，目前看起来还算可以啦，不错不错。俊梅啊，你可以讲一下司马库斯的故事吗？过去的老头目啊，他们曾经有去到一个东南亚非常大的一个块木群之后，他忽然想到有一天他父亲曾经告诉他，他做了一个梦，在他们这个部落里面有梦见了一条红色的溪流，那个溪流他们就感觉到是这座山里面应该要给他们的一个礼物，所以他们就到山里面去搜寻了两个多月，最后终于真的发现了巨木群。那个头目呢，就是名字叫做马库斯，他们为了感谢，就是感念这个祖先，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叫马库斯。看到那个头目的时候，就说：“你是那个马库斯，是马库斯，是马库斯，是马库斯。”司马库斯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等一下在探访司马库斯的时候，再一一跟大家解释。那个张念成，司马库斯也是泰雅族，对不对？泰雅族。那你有没有什么泰雅族跟司马库斯相关的故事可以分享的？可以，但等一下再分享。你要先 Google。张念成他是台大戏剧系，大概是这样。我先想一下。好了，那等一下来分享给大家听。大头，大头，前面都是下坡，你车子小心一点。好、OK。我跟你说，这就是男人很爱的玩具，对讲机。出去玩就一定要有对讲机，然后有时候四五台车，有没有？一人一台车就一只，这边尬聊就很爽。前面有小乌龟，小乌龟，前面有小乌龟。什么是小乌龟？小乌龟就是大卡车司机都会说前面的车很慢，他就会说小，但是小乌龟。我跟你们讲，科技的油好像真的快没了，他已经到一了，给大家看一下。出发前我们没有加油哦。正常发挥。你说你们车上有什么？有可以车油的啊。你们把这个带车上干嘛？救你们呢、啊。那你们车上油还剩多少？还有一半。够啦够啦，那你救我们一半啊。我要问科技一个问题，万一我的车崩嘎了，他会救我吗？我们绝对会救你的。好，我们现在已经透过了对讲机，我们应该有办法解决油的问题，但是会比较辛苦一些些。现在我们希望可以先赶快到达司马库斯，快到了，剩十分钟，到那边再说吧。欢迎光临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哇塞！好厉害！太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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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里的房子整个超级无敌赞的哎！而且各位你看一下，他们这里直接家里的门牌看一下，他不是，他就写说国光古迈的家。他灯罩是用竖，然后中空，然后把灯放进去，真的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就是让你们看一下这里有多美。但是我就是这样扫一遍，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现在的那种兴奋程度。好，我们现在车子状况很多，科技那台车是没有嘛？那这台 T4 呢？它是过热，它现在刚好开上来的时候熄火，到底现在是怎样？但没关系，那你就改变方向，我们帮你先推到旧定位 ，N 档哦 ，N 档哎，可以可以可以，不要一次到位哦，不要一次到位哦，世界最强壮的男人，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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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盘转不动。可以可以可以，用力转用力转，好，可以再推，没有要推才能打打直，好，要推才能打直，这样可以了啊。好好好，为什么我们一直面临到这种状态、啊、而且刚刚米娜在车上很危险，超危险，被抵达的那刻熄火啊。各位平安啊，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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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上帝的部落，上帝的部落。哎，走了，我们先去看一下啊。巨木群登山口，这是我们这次来司马库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平常啊，就是有点像观光，有没有？就是在拍拍樱花这样。这次樱花我们想要放在
在后面下午的时候再去拍。这次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走这个剧目，先去看剧目，来回要大概5个小时。听起来不是怎么妙。节目正要开始，节目正要开始，我们就继续走，走一波。所以我们等一下出来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还是走快一点好了，走快一点才可以去下面拍一些东西。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解决。我们很多事要解决，首先要解决的是尿尿。有没有野人火锅？野人火锅就是当这个吓死你的顾名思义，就是说你们在坐在电视机前面或是电脑前面这样卧虎藏龙的拍摄的场景，先展现我轻功咯，菲菲可以。